行，我听到您的那个手势我就开始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航天城海南省文昌市，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由中国健美协会主办的传统赛事，一年一度的2021年 CBB 中国健美健身冠军总决赛和 CBB Pro 中国健美健身精英职业联赛的总决赛。特别感谢我们赛事的承办单位海南省健美运动协会，感谢赛事的支持单位文昌鲁能希尔顿酒店。那么在我们的比赛开始之前，还是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赛事的仲裁委员会和裁判组成员。好的，仲裁委员会成员，中国健美协会副主席陈明龙先生，中国健美协会副主席郭庆红先生，中国健美协会副主席陆风云先生，中国健美协会副秘书长、秘书处主任、国际级裁判刘卫女士，海南熊明先生，海南省健美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担任本次大赛的裁判长是来自江苏的石红先生，中国健美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级裁判、副裁判长上海体育学院张胜海先生，中国健美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级裁判、副裁判长四川张德明先生，国际级裁判、记录长北京牛爱军女士，中国健美协会裁判委员会委员、国际级裁判、指挥裁判员江苏王亚琴女士，中国健美协会裁判委员会委员、国际级裁判。今天上午首先进行的项目是男子健体 A 组的半决赛，临场裁判员一号位福建范月梅，国际级裁判；二号位山西牛向明，国家级裁判；三号位安徽陈慧，国际级裁判；四号位武汉体育学院董坤伟，国际级裁判；五号位山东李庆国，国际级裁判；六号位上海博唐静，国家级裁判；七号位北京孙瑞芬，国家级裁判；八号位江苏严世武，国际级裁判；九号位湖北李慧娟，国际级裁判；十号位河南程峰，国家级裁判；十一号位四川杨建平，国家级裁判。仲裁委员会成员和裁判组成员介绍完毕。感谢我们赛事的所有的媒体支持单位，感谢我们中国健美协会的所有战略合作伙伴，也特别感谢一直以来关注和支持中国健美健身事业发展的朋友，感谢守候在网络直播间关注我们比赛的所有的观众朋友。那么比赛第一个项目即将拉开帷幕，首先进行的是男子健体 A 组的半决赛。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比赛开始，有请参赛运动员登场。2021年 CBB 中国健美健身冠军总决赛 CBB Pro 中国健美健身精英职业联赛总决赛的现场，我们在海南文昌为您做现场直播。我们的老朋友孟静蕾，我们都说外行看的是热闹，内行看的是门道。对，在今天的直播现场当中呢，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国际级裁判季老师来到现场。你好，季老师。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健身爱好者们，大家好。季老师，我们这一轮的这个比赛就是明龙开赛了哈。其实对于我们所有的选手来说，在沉寂了一年的过程当中，在今年的这一个年末之时，来到了海南的文昌，在这一个半决赛的各位选手，99号航天的一个福地当中，来自湾分飞船的编队，对所有的选
对我来说是不是心情来自海南的代表团？是啊，因为这个是文昌，也是我们今年第二次举办的这个年终总决赛，所以运动员都很兴奋，也很激动。好山好水好身材，所以大家都拿出自己的状态来参加这个咱们的收官之战。好山好水好身材，也还有我们的好裁判导师季凯林老师。其实我跟老师应该是第二年的搭档了哈，在去年搭档的时候，就给网友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金句，包括您说的什么好身材、好形象、好气质啊，金可人、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什么的，好多的好金句都在这儿。然后其实我们所有的这网友们就会发生一个小小的这一个感悟啊，就是现在人对于这种健美健身的这种意识越来越强了。对的，对的。那您从就是从业者裁判长的这个角度来分享的话，就是对于所有的爱好者或者参与者来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健美健身这个运动呢？这十几年来，这个咱们中国健美协会对这个国际上非常竞技的一个健身健美的一个竞技比赛，我们在全国做了非常深入广泛的这个推广，尤其是让大家特别受欢迎的像男子健体啊、女子比基尼啊这种非常大众化的项目，现在已经推广到深入人心。不管是男女老少，他们都特别喜欢看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身边的邻孩，身边的就是邻居的男孩、邻孩女孩，非常普通的一个大众，但是他们上了舞台以后就展现特别漂亮的身材和他们的风采，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那所以就会使很多的年轻人能够有兴奋的去，很开心的，或者说是非常有这个想法的去走进健身房或踏上咱们这个舞台。最近几年我在这个整个健身行业的这个工作那么多年，然后在基层每个健身房和俱乐部也走了很多地方，跟运动员打了非常多交道，现在发现就是健身爱好者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对这种的肌肉的接受程度远远的超乎我们的意料。他们感觉太漂亮了，就是它是一种阳光啊、健康啊、青春啊这种象征，一个精神面貌都出来了。所以它不像以前当中对这个以前对这个健美的那种认识，说哎呀大块头啊超大的，咱们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不是，他们感觉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能。